开始。那你笑啥？没有没有，你不说一说这首歌是什么？对，是张浩然在重要压轴，2010年圣诞节写给我的歌。他这么说的，我也送给别人了。把那个压坏了。挺奇怪，小不了调儿，连弹的前奏，然后这个喘的。我们生在80年代，抱怨时间过得不够快，对于爱情。充满期待，别怀疑一切自有天意安排，而是想憧憬漂洋过海，现如今离开家乡漂泊海外，现在的我们都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担起责任，立业成家。许我们没有嘘寒问暖的交流，但是若是会想到与彼此借酒浇愁，我的老朋友。也许我不经常送上问候，但请相信我的脚步会为你而停留。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写过恋人情书给同桌的你，那些恋曲不再弹琴，无悔的青春随风而去。也许我们没有嘘寒问暖的交流，但是若是会想到与彼此借酒浇愁，我的老朋友。也许我不经常送上问候，但我心中永远有个角落为你守候。再次弹起那些老歌，对岁月的感慨与伤心我，那是除了梦想没有什么，但当时的我们却是那么快乐。那些记忆留在我心中，让我不知不觉不经意间感动。你的微笑不会让我神魂颠倒，却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美好。也许上辈子我们已相遇，所以这辈子我们能做知己，得以失意。生活并不容易，这辈子有个知己足矣。也许上辈子我们已相遇，所以这辈子我们能做知己，得以失意。发现生活并不容易，但
这辈子有个知己足以再次弹起那个吉他，无情的岁月将记忆冲刷，那些歌声都已远去了，但有些情感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对，到此结束，大家靠门票。还有飘扬这个，哎，刚才这个加二品忘了告诉我。飘扬上去唱两首，不是学了好久了吗？这个曲子谱曲也是你同学谱的，但有些情感永远对我弹低了，应该加二品。哎，刚才翻，刚才我翻过来忘了。重新叫。你们算了，玩吧，太。他唱了好久了，好累了，蹂躏了你们这么久了，不好意思了。哎，很享受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都睡着了，证明的歌很有很温柔。亚萨西，没有，我自己有空再录一遍这个。比米兰姐还会做苹果鸡肉啊？亚萨西的白子是什么？竟然是我黄信，混血吗？好不怪啊！还是亚萨西孩子。真的，那我老婆来了，你一定要减肥，你又长胖，一定要减肥。玩呗，今天我必须的，我老婆，我先让她减肥。她那条腿压我身上不能呼吸，我跟你说，这彻底不能呼吸。我跟你老公比较熟，是不是他还没有关系？这无所谓啊，那我说就不行，我跟他也很熟，我为啥就不行？我说了他就把我杀了，我操！你是他男老公啊？对，我那能说呀，这么厚脸皮，那要我让他减肥，我靠，我太胖了。我觉得你需要你老婆很幸运啊，我觉得你老婆那么单纯，我觉得这样太缺德，其实不，其实你让他老婆减肥，这样对他以后这两个什么都好。靠，你录着你这个人，这个人，我靠，不是用法。